来三二一，开始。我们就直接来吧，来吧。这文艺要一起吗？还怎么样？对，一起啊，一起啊。好，那就方便了，请往前。可以可以。谁年龄最小？谁在前头，对不对？谁年龄最小？行。哇，就这么自然的 C 位就出来了，哇！男团出的，我们这男团的名字是什么？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这个叫 Man， 你看 M 都出来了 ，Man Boys，Man Boys，Man Boys 男团今天正式出道，哇！这是你们首次登台表演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哎，现场准备。我的天哪！三，哈哈哈，二，一。解散。但没有，这就是最快了吗？啊，哇，这就是最快了吗？队长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藐视。队长，我们真的，你就不用说我们了，你就让一博出来啊，再给我加一倍。队长，大家发现刚刚整个的变速舞蹈当中缺少了一种感觉，就是慢速。慢速。来上道具，解压板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你这么玩？好笑，顶不顺啊，大佬。哇，有点疼呢。还好 ，gram 不要太大移动哎。确实是。来，艺兴，第一个为我们大家表演他现在最擅长的舞种，夸。谁说的？啊啊！一心，谁说的？一心，来看看，就你的。啊！把帽子给我，把帽子给我，我的帽子。哇！真来呀！我刚刚觉得脚步动作差一点，对，差一点，不够清爽，哎，很疼哎，这个地方。
这就是一个好的舞者对于形体的控制，你知道吗？太知道生命诚可贵，你知道吗？呀呀，好 ，Man Boys， 来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挑战。来，这个，这是我的 style 歌，这是我的 style 歌。那裤子没有顺好，我帮你顺好裤子。啊，这是我的风格。这个裤子顺没有？对，顺好。啊。不是哥，你觉得他穿袜子合适吗？这身搭配袜子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哎，他袜子特别不搭配，哎，好像光着脚啊，不是很搭配。好，我们回到刚才的队形来。来吧，啊，来，三二一，音乐。哎呀妈呀，神清气爽啊。队长还没跳呢。对，队长 solo。 哥把鞋脱了。哎呀哎呀，哥，这些对我来说都太轻松了，其实真的。对，哎，地板动作怎么样？哦，Let's go。记住了，这个在台上我们的舞蹈表演也很重要，你的感受要释放出来。其实像有一些节奏，就是加了一些外力，你就会特别好练。Crom 很适合练 Crom 那个。好的，那么变速舞蹈挑战有一位胜出者，他的表现以及他的卡点是最准的一位，让我们恭喜王嘉尔。哇，因为你在前面没得看，音乐停一下。不用这么浮夸，我不用这么浮夸，不用这么浮夸，就低调一下就。我们要进行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叫柔韧度考验。大家看到后面我们道具已经上来了，很简单，你们的一个腿会被绑起来，以任何方式先吃完这个馒头片就算获胜。不是，这跟柔软度有什么关系？要腿长吧。这是高度不是吗？不是，但是你看我这样也算高啊。不是，他大概我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一头要拴到你的脚上。对，只有你腿抬起来它才会降下来，然后你才可以咬到它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，这，啊啊啊！哇，这已经吃了。盯住，再提高一点，提高高一点，高一点。拿上，可以。到底谁能先吃完？不动手，一心不能用手。完了、哎！我的天哪，我现在的孩子太拼了，我。好，谁验完神先说一句话，我们就判定谁为赢了啊！谁张嘴就谁赢了。来，谁先说出来800标兵奔北坡就可以了。来，800标兵奔北坡。不要浪费时间咀嚼，不要。咽不下，真的太干了。哎，所以。是不
水水水水水。我的天哪！张。哎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八百标兵奔北坡。八百标兵奔北坡。It's okay. 没用了，没用了，现在没有用，赢了吧？好好，那我们这轮一星再拿下一分啊！太难咽了，我的天哪！没想到这轮游戏最终以八百标兵奔北坡来决定胜负了。那瓶水少了，咽了一口没了。